一分钟是不是60秒？是吧。两分钟是不是1分20秒？对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在毛桃园还是在蟠桃园？樱桃园。为什么咬住舌头不能说话？如何在3小时之内睡满8小时？运钞车、运现金都不方便，为什么不直接运卡呢？不知道啊。怎样在20岁拥有一台自己喜欢的车？努力工作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做父母的思想工作。你见过最善解人意的女孩？我妈妈吧。假如你跟一个人注定没有结果，你的选择是？我选亚索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衣品好的。那什么才算衣品好的？穿得干净的，你起码不能胡子拉碴的。跟对象接吻什么感受？挺费脸的，胡子扎人，而且脏兮兮的。觉得什么样是善解人意的女孩？喝多了不给别人打电话挺善解人意的。打10个电话。看过猫的理想国吗？你什么星座的？他家包子好吃吗？好吃。最离奇的一次分手，那前任他出轨了6个，然后我们就分手了。您觉得爱情是什么？那我不懂这个事儿。用手动的还是自动的刮胡刀？自动的，它快。快男。用电动的还是手动的刮胡刀？手动的吧，没用过。啊？没用过啥？没用过牙刷。